这样，但是虽然可能他超度了，但是你现在想的是所有的被流产胎儿进一步六道众生息息相关。所以各位，真实的冤亲债主，你不用跟他讲话，他也知道你想什么。特别是我们的父母，如果升天了，往生净土，你任何一个念头他都知道。所以各位，你就一直的祈愿祈愿。好，受戒相。第一，如诸佛进行受不杀生，各位以一日一夜乃至受戒期间，站在菩提心是敬畏来记，除了不杀生，要劝人不杀生，劝人吃素，劝人大放生，保护所有生命，成为生命的责任。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不杀生，不杀生戒，能持佛，能持。第二，如诸佛进行受不偷盗，各位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不偷盗他人财物，不偷盗戒，能持佛，能持。第三，各位如诸佛进行受不淫欲，有没有夫妻之间、朋友之间没有男女的性行为，站在解脱道要如此严谨。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不淫欲，能持佛，能持。第四，如诸佛进行受不妄语，严格上来讲，除了不骗人，斋戒期间不恶口，不两舌批评，现在最严重的就是批评啊！现在因为网络各自都可以发表各种的言论，一不舒服啊，他就产生了对立、批评、伤害的语言，这是最可怕的。所以各位要节制，要节制。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不造口业、不妄语，能持佛，能持。第五，如诸佛进行受不喝酒，喝酒会乱性，所以抽烟啊、吸毒啊、吃葱蒜韭菜啊，这段时间不要做，乃至进行受最好敬畏来记。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受戒期间不饮酒，能持佛，能持。第六，如诸佛进行受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站在解脱道不爱漂亮啊，所以呢不化妆啊、擦香水啊、戴耳环装饰品。进一步呢，站在菩萨道，动物任何皮毛的东西不使用，就简单说不穿皮鞋啊，用真皮的东西。进一步还想尽办法要救他们。所以各位，一日一夜乃至斋戒期间不着香花蔓、不香涂身，能持佛，能持。第七，如诸佛进行受不歌舞唱伎、不顾往观听，这人有欲望，这是展现自己的曼妙的舞姿啊，甚至享受眼睛哇好美的东西，享受耳根哇好震撼的音乐、好好听的音乐，这个是一种享受，那就是一种欲望，就离开解脱。所以八关斋戒除了不伤害，也不执着欲望。当然如果你听到了，你马上转化，所有声音都变成佛声了，佛的语言啊，唱佛歌一样，那唱歌跳舞都观想他们呢，都在供养佛，这样观想啊。所以各位，一日一夜乃至受戒期间不歌舞唱伎、不顾往观听，能持佛，能持。第八，如诸佛进行受不坐卧高广大床，就不执着男女的乃至大床的享受欲望傲慢。所以各位，一日一夜或斋戒期间不坐卧高广大床，能持佛，能持。第九，如诸佛进行受不非时时过午不食，如果你能够严谨做到过午不食100分，用悲心来受持。如果你做不到方便，那你的中午吃完甚至已经超过12点1点，把握没关系，中午吃完，严谨就是午前，但是你抓到那个心态比较重要。那保持你的色身去利益众生比较重要，所以你要吃晚餐就怀着惭愧心当作药，所以我们做的药食。那各位把握住心态比较重要，所以我们大家都打能持。所以各位，一日一夜
我斋戒期间不非食食，能吃佛，能吃。再来，传授五戒，每天都传授五戒，希望大家都保持在圆满的持戒的菩提心的状态。第一，如诸佛修大悲心，绝对不伤害任何一个有情生命，包括一只小蚂蚁。所以各位要进行受，是发愿敬畏来即不杀害任何生命，不杀生的戒律，能持佛，能持。那各位要慈悲，现在最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堕胎、流产胎儿，那很多妈妈身体不好，因为年轻的时候不得不，古时候人也这样，现在人更没办法。那所以我们除了不杀生了，要劝他们不要堕胎，那已经堕胎呢，帮助他们超度，对人是如此，那对动物道，对其他众生更是如此，希望他们不要被杀，以杀者我们努力的超度。所以刚刚希望各位多去市场，有屠宰的地方啊，需要帮忙的地方一直去帮忙。所以第二条，如诸佛进行受，不偷盗他人财物。各位以进行受一辈子，乃至发愿敬畏来敬，不偷盗，不除了不偷盗，不让别人偷盗，哎，教育他的因果，给他穷人钱，不要让他去偷盗，布施吧。所以各位进行受乃至敬畏来敬，不偷盗，不偷盗戒，能持佛，能持。第三，如诸佛进行受，不淫欲，那我们在家菩萨不邪淫。各位不要对不起你的先生太太，或破坏到别人的家庭。但是话讲回来，已经结婚的人一定要善待自己的先生太太啊，夫妻之间的亲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是夫妻和和交流，一起快乐来利益家庭，孝顺父母很重要的方法啊。你都不理你的太太，然后又要求她孝顺，她心情不好啊，她毕竟是女人啊，他对你的爸爸妈妈孝顺，心里就有抱怨啊，啊，我老公对我不好啊，不理我啊，不跟我亲密啊，那啊，等于叫我生完小孩就不理了，然后不理还没关系，还搞外遇，天哪，啊，孝这个太太会恨死，那这样子放在家里，那全家气氛就不好，你等于破坏了家庭气氛，这邪淫的果报要下三恶道的。所以各位，当然对外不邪淫。对内各位夫妻感情关系要好，爸爸妈妈两个关系好，儿女就看得很幸福，他们将来也要结婚了，他会对男女之间升起一个正确的想法，而不是一种脆弱的心情。所以各位在这一点，你今天做先生做太太的，虽然老夫老妻的，还是要维持两个一种很浪漫啊、和谐啊、家庭的气氛啊，让全家有一个好的气氛。因为一个人心受委屈了，他总是他的外表行为都有一种不好的，甚至会产生身体的病变、忧郁症了、抱怨。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劈腿乱搞啊！所以年轻人一定要守好这一点啊！没有结婚不能有性行为，结婚以后要忠于对方，尽行受，要去好好的去维系啊，要忍耐，要维系。所以第三条。各位进行受乃是敬畏来即不邪淫，不邪淫的戒律，能持佛，能持。第四条，不妄语，不要欺骗众生，也不要随便骂人，背后批评讲是非讲奇语。所以自心守口的戒律，才有辩才好的声音来利益众生。第四条，进行受乃是敬畏来即不妄语，不妄语的戒律，能持佛，能持。第五条，不饮酒，喝酒啊会乱性，是吧？所以第五条，进行受乃是敬畏来即不喝酒，不喝酒的戒律，能持佛，能持。加一条，希望大家慈悲心，不要吃肉，已经吃素了影响更多人，最好各位发个愿，在你已经吃素了更努力，也劝人吃素，你还没有吃素承担一下肺炎的责任，好吗？世界各地哪里有在感染肺炎，我们就为他吃素，那你就跟所有世界各地结善缘，慢慢慢慢你就会知道慈悲心的重要啊。所以第六条，各位进行受学佛修慈悲心，不吃众生肉，包括鸡蛋鸭蛋不要吃啊，包括这个牛肉牛奶少喝，
包括葱蒜韭菜不要吃等等。所以各位学佛慈悲，不吃肉，不吃肉的戒律，能吃佛能吃，你真的做不到啊，至少在家里吃早斋，在家里不要吃肉，那是各位选择六斋日啊重要的时间。发愿我们受戒了，目的是为了利益众生，为了成佛，而不是为了个人的解脱，乃至世间的福报。但是如果你用人天福报来修持戒，当然有福报，但是如果你用无上菩提心同样来持戒回向给众生，那个福报增加百千万一倍。所以要这样子发愿来受持每一条戒律。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弥，从内心的一直当愿众生，当愿众生啊！所以各位做什么事情都想着当愿众生，按照净行品去实践。念边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弥。第三遍，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唵菩提吉达摩诃婆达雅弥，愿断一切恶，无一恶不断，愿修一切善，无一善不修，誓度一切众生，无一众生不度。达雅他班赞者呀阿瓦婆达那耶梭哈。我们把所有功德做回向啊，来观想啊，所有的功德汇集起来，随喜诸佛菩萨，所有道场啊，乃至今天九万罩杯，很多人有信心广修功德，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回向啊，特别回向给肺炎赶快消除，经济赶快恢复，世界赶快风调雨顺，我们自己也永不退菩提心啊，回向所有往生者，很多人写牌位了，回向给现世者来祈福，回向给医院的病患者，回向受戒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有情，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回向所有现世者，愿他们消灾。我们牌位很多啊，我手上是这两天的，愿现世者都得到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不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那么药师琉璃光如来，更回向所有三途苦往生者，所有人类的祖先啊，大家所写的往生牌位，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然后我们念一下辨识咒甘露水真言，各位方便的话也是做一下水米啊，点个烟，嗡啊吽嗡啊吽嗡啊吽，那么萨瓦达奈多瓦罗真天吽三不奈三不奈吽，甘露水真言，那么娑罗多耶达那耶多耶达斯他吽娑罗娑罗不奈娑罗不奈娑罗萨婆诃，那么波揭发帝毗沙奢俱卢毗卢尼婆那婆诃那谁达他揭多耶那欧帝三藐三菩陀耶达斯他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娑摩揭谛娑诃阿耶那娑摩诃瓦支那吽。法力不思议，慈悲无障碍，此时辨十方，普施说杀戒。嗡哆哩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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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哆哩嗦哈。那么萨瓦达那个达，白日比丘摩诃菩萨瓦达伽乌伽帝，娑婆那那伊玛伽伽那康娑哈。那么扎那扎耶耶嗡，伽伽尼伽伽尼，罗扎尼罗扎尼，卓沙尼卓沙尼，扎沙尼扎沙尼。扎帝哈那扎帝哈那，萨瓦伽玛巴啷巴啷，那咩萨瓦萨多念卓娑哈。那么多宝如来，那么宝胜如来，那么妙色身如来，那么广播身如来，那么离部位如来，那么甘露王如来，那么阿弥陀如来，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我们最近也发起了要赠送加湿器做水供，那大家出钱出力，那希望大家多护持到各中心做多一点啊，然后呢，到处送给人家去做水的布施，就像水的烟供一样。好，谢谢大家。